第一个，你要先知道那个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，好，先确定一下这个名称到底你有没有建立好了。反正我们就是会把这些名称都定义好之后，那后面做事情就方便许多。那记得就是按 F3 哈，去取用那个名称，好，取用那个名称。然后建立的方法不外乎就定义名称哈，啊，不外乎就从选取范围建立。好，啊，记得如果在上面就顶端列了啊，如果是在有的资料是在左边的话，那就是最左栏哈，大概诸如此类的。好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哈，那最后还有一个所谓的现金股利，那这个扣税后的现金股利哈，公式里面就是现金股利。有没有？所以你这边直接等于什么？等于现金股利，就 F3 现金股利乘上一减掉税率，把它打勾，那现金股利就做出来了。OK， 好，这个地方我想就跟刚刚一样哦，很简单。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名次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是用什么？用那个 rank 函数啊，帮我们把它查出来。这个 rank 函数的话呢，假如说我今天呢要把这个查出来的话啊，直接插入函数里面，你在统计里面哦，可以找到那个 rank 函数。那 rank 函数里面的话呢，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哈，先给它其实就两个参数就可以了啊。第一个是这个人的扣税后的现金股利，第二个是在现金扣税后的现金股利这个范围，所以按 F3 扣税后的现金股利里面呢，它排第几个？也就这么多人里面呢，它 rank 函数会自动帮你去排序了哈。反正最高的一定在最上面，最低的一定在最下，它自动帮你排。然后这个地方你也不需要按 F4 啦，因为早期哈你是选一个范围，但之前是这样选下来，那这个范围往下会变动，所以按 F4 啊，这个地方如果用名称的话就不用按确定，好，那就自动可以帮你把名次排除了了，排出来了。那这个前面我没有讲过哦，比如像那个什么乐透彩那个地方，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知道前十名是哪前十名，我希望这个范围里面呢把它的颜色变不一样。那方法很，前面好像讲过嘛，有没有？那个在那个什么，乐透彩，对，那个范例里面，所以你忘记的话哈，你就把前面的影片叫出来看一下，应该就知道了哈。所以前面我们都有录下来，同学有问到说那个影片会不会永远都在？我当然不敢保证它永远都在嘛，谁不要说你三年之后有个同学突然问我说，老师为什么影片不见了？三年之前的影片，因为这东西基本上是用 YouTube 的资源的哈，那当然。这个理论上应该不会马上消失，不会说啊，课程一结束马上隔天影片就不见了哈，但不会这样。但是你们可能还要适度的自己去做备份啦，我想也必要，像云端白板的东西也是一样哦，你也自己再把它备份一下，因为不敢保证说这东西永远都在那个地方，毕竟我们也是用免费的资源啦哈。OK， 那云端的部分的话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最后做完了，我希望哈。可以怎么再把它，因为如果你将来每天或者是每一段时间都需要做同样的事情，那你当然最好是怎么样把它变两个按钮，一个是把它清掉，一个是再按下去自动怎么样帮你把它做完成，有没有？那这样以后的话，你就固定把前面资料 update 之后的话再按个计算，它就计算好了。那最好当然你可以在后面再多一个什么预览，把它列印出去啊，或者自动再去做一个排一个表格啦，然后把这个出出报表直接列印出去，那当然最好啦。不过后面部分的话，就可以自己再加上去哈、哦。那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你要先做出来。那只是说呢，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？当然方法有几个啦，不外乎就怎么样。第一个哈、哦，这个按钮清除我想比较简单，因为清除的话只是说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怎么样清空。那清空可以用 sales 一个一个清空。或者你可以用一个 range， 一个 range 一个范围，整个清空也 OK 哈。那清空之后的话呢，再来你怎么样去把刚刚的动作重做一遍哈？当然我们前面有讲过，至少两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说哈，你做完之后的话，你可以录制剧集，应该还记得，应该我有讲过这个吧？就是在那个数学函数的那个综合那个范例里面哈，那你要录制剧集的话，就从开发人员里面录制剧集。有没有？那不过录制剧集你要先把这个东西彩排一下啊。不过你已经做好公式在上面的话，你可以不需要动它。那怎么录制呢？基本上就是先按下录制剧集，然后这边会出现一个剧集名称啊。如果你不改的话，你可以之后再来改没关系啊。比如说像 Marco 一好了，按确定。
然后要怎么做呢？游标先放在，那你就开始已经录制了哦。一，游标放在这个地方。二，放在上面把它打勾，它就会怎么样？帮你把这个公式哦录进去了，再来向下填满，在游标放这边，再一次打勾，再向下填满，那也就一样的动作嘛，打勾，向下填满啊。你已经有公式的话，不用没有关系哦，不用删掉，因为删掉你要重新 key 啊，其实蛮麻烦的。其实主要是什么？你要把游标放上去这个动作打勾，它会自动帮你录一个什么？其实就是把这个后面的公式哦，帮你把它录到聚集，聚集实际上就是 VBA，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你要的程式了哈。那我讲过了，因为所有的程式里面大概只有 VBA 会自动帮你写程式，其实就是它帮你写啊，最后把它取消选取，因为这边点到这边一下 ，OK， 我们就已经录好了，所以最后记得把它停止录制。那你可以看到哈，这边聚集里面就有个 Marco 一，你可以按编辑，你会发现哦，它会自动怎么样，帮你产生一个新的模组。那因为我已经有写一个模组了，所以它会额外产生一个模组 module 二，并且把你刚刚录制的东西呢，名称叫做 Marco 一。当然，你这个名称哦，你可以之后再来改，没关系。比如说它现在叫 Marco 一，你不喜欢，你可以再改成，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做什么？这个股怎么？比如说等等的，比方说计算这个股东权益资料等等的，反正就这个名称可以再把它做一个修改啊。然后呢，底下基本上录下了什么呢？你会发现啊，这个跟前面基本上都差不多。第一个就是你游标放哪里，第二个打勾的话，实际上它就是用 R1C1 去帮你把公式怎么样录到里面来，然后就执行这个公式。再来怎么样呢？Auto fill 就向下填满嘛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再换下一个啊，就是 auto fill 的哪个范围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上面每四行大概就是一个动作，所以大概这个是一个动作，每四个大概就一个动作，有没有？所以基本上哦，录下来大概就是你大概可以把它稍微做个整理的哦，上面可以再加一个注解。那最后做出来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我们五个栏位。大概啊，最后就是取消选取，就是 i6.select 啊，每一个四行就是一个动作，四行就一个动作 ，OK。那做完之后的话，假如说呢，这个我叫给它取个名称好了，比如这个叫做计算好了，那因为计算名称我已经有了，所以我叫叫聚集好了，就叫计算。好，然后底线哈，这个用聚集的名称不能一样哦 ，OK。好，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呢？再多个清楚啊，这个注解不要了啊，其他的话第一这个注解自己再加上去啊。最后我需要什么？需要个清除。那如果你清除不会写的话哈，一个简单的方法啦，你就是也可以用录制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录制聚集，然后这边叫做清除，好啊，这个你也可以先打哈清除，然后名称因为这个是聚集录的，所以你就聚集，好，然后按确定。那怎么清除啊？游标放这边 ，Ctrl Shift 向右向下，按 Delete， 这样也是清除嘛，对哈。然后游标再取消选取，因为它现在有选取范围，点一下，好啊，再停止录制，再切到聚集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清除有个底线聚集，按编辑一下，这个就录下来的东西，有没有？那实际上哦，大概就是什么，选取 Ctrl 向右向下。然后 clear contents 啊，游标再放在这边啊，最后做完之后呢，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按钮，然后呢可以执行看看，执行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你可以在旁边哈、插入那个按钮，这个好像前面都有讲过啊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拉一个那个，比如这个是叫做计算的聚集，那我习惯是把这个名称哈、给记下来，贴上，那这边的话再多一个清除。OK， 好，做完之后呢，等于就是说以后啊，繁体工就按下去就可以了，清除。那你会发现它当你做什么，就是你刚刚做的动作，它等于录下来再帮你做过一次而已。好 ，OK， 可是按它清除也是一样啊。那可是哈、你会发现这个录下来的东西呢，跟我们之后用 VBA 写的哈、
其实差异还蛮大的。我后来当然可以把它改成用 VBA 写，不过用 VBA 写的话，大概就是只会剩下这么一点点而已。好，你也可以用 VBA 来撰写，这个我想我们前面好像也写过类似的。那只是说我今天怎么样，我的需求是把那个范围哈，回圈范围 for i 等于第四列，那我是看这边从第四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，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去把公式丢到第一栏一到 h 栏，那也就是直接看这上面了。其实我要的就是什么 d 到 h 栏，有没有这些？然后丢什么公式呢？就分别把那个公式先做完之后，把它复制贴到这个后面，然后如果里面有列号的话，把它改成 i。最后做完就 OK 了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应该有印象吧，哈。啊，反正你看有几栏，反正你就跑一个回圈嘛。因为一个工作表只需要一个回圈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选很多个回圈，就一个回圈，把公式放到啊哪几栏，你需要输出公式就把它放过去。啊，最后run完之后的话，哈，基本上呢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名称有没有再做一个按钮。那最后做完就类似这样，你按下去，哎，就 OK 了，清除。这样子清除，其实哈，你如果不说，也没有人知道说哪一个字哪一个，好像也没什么感觉，只是说可能那个用聚集录制的话，上面会稍微闪一下，好，然后呢，如果用自己 VBA 写的话，上面不会闪，不过一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呢？反正能够 work 就好了。那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呢？其实哈，当然以我的角度来看，用 VBA 是比较专业啦，可是如果你初期你还不会写的话，那你就先用录制的吧，反正至少你眼前工作也还可以解决掉。好，最后记得哈，这个录制完之后啦，我的习惯哈，我比较龟毛一点，我会希望说最好你自一，这个是做什么？这好像是什么？好像是第一个吧，就是做这个好分配补助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名称打在这边，好，然后加一个单引号开头，为什么要单引号开头？因为是注解。自己再加一个注解，那主要是你自己将来看哦，你也会比较看得懂这个到底你录了什么东西，不然的话在将来统筹同学录了一堆东西，最后连自己录了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，好，那就会是个问题了。那录制聚集的缺点是什么？就是程式变得很冗长啦，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都一样，有没有？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怎么样，你干脆录一个，其他自己复制贴下来改个呗，那也可以啦。不过有些东西可能你要改，可能就这个 R1 C1 这个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。啊，这里的话，我想两个方法哈，各位可以先试试看。第一个就是录制聚集的方法，然后第二个方法的话，细节我等一下再来做说明好了啊。如果各位有比较动作快的同学哈，在云端上面也有最后的那个答案